大家好，今天打联盟战，对上刀剑神域，锦衣对锦衣猛猛，他的队伍是这个样子，刚刚打过一次，时间差一点，那我们来打他打第二次，平反一下，我的组合是这个样子，法队、旅队、四皇队，然后基本队，然后开始打，对面的缘分超级多，他孙策血破十万。刚刚就是败在他孙策那一点，那我就改了一下我的组合。那开场一样是荀彧无敌，吃一下招，兵一波，换将，乐英杀一个，诸葛回一波，龙卷风炸一个，这个是一个套路啊。开场一定要先无敌。然后追一个，完胜，法队认真打一波 ，OK 的。OK， 无敌吃个招。秒一波，不知道他最后的队伍是什么。我好像不应该换我的组合，原本的组合应该打的也打得过，只是因为为了保险起见，我最后放组成三皇四皇组合。嗯，关键是他的这个手组成的组合是什么，还不知道。哦，可以哦，夏侯惇六星人，那组合蛮 OP 的啊。你要放不出东西啊！做了一场甜美的梦呢。